相对也算海咱罗江宽的，一个罗东海边的一个政策，特别把咱点破了，停止罗东海边的政策，大家好啦，好啦。老委会，好、哦，诸位哈，黄如贤你讲，无啦，阮家广东才三十个派遣的，拜托媒体叫好。我讲的拢数理拢属实哦，正确的哦。啊，这个主意吼，这个王国贤主意吼，伊呾人事前政治讲，阮三十个尔，但刚才伊若讲阮三十个尔，啊，真正吼，足王八蛋哦。伊属实的委员拢到千百个派遣，啊，你讲这个哪位的主意还下台无？哪位的主意还下台无？反对委外，反对劳力派遣，我相信这是全台、全县、全国共同劳工的议题。不是，因为委外，你讲劳力委外派遣，就是不是你规定咱的劳基法，不是咱一个，因为咱的劳基法，我根本做一单无清单干，你不干，爱忙拢无，特别干忙无，什么干拢无，伊就真是兴奋，所以遮我希望即届只是一个负担。开始，咱嘛对马国代要理解咱个是选举，特别注意，看多一个候选人对这个委外派遣、劳动派遣，吼、哦，停止委外有做表示袂？尤其是既然做一个执政者，也在一个执政国家的领导者，今日我嘛希望咱马总统伊爱对咱黄如贤爱表态，若无表态，黄总统要制裁。我们今天这个议题，反对包进派遣，在十几年前，北市陈总不管在任何时间、任何的场合，我们都提出来这个需求。我们很清楚，派遣绝对让我们一个工人会造成一个不稳定的职场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在看到最有机会当选的两个人，一个小英，一个马英九。我们看到这两位候选人，我们都非常的失望。一个整天拿着民酒晃来晃去，这一些民酒能让我们生活吗？不能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了小英，她有三只小猪供养。请问我们这一群的劳工朋友，有三只小猪可以养活吗？没有。我们在这里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劳工朋友，我们要一直要靠这一些政治来帮忙我们。我们看到的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说我们要更怎么样？更团结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。王派遣。王派。非常重视劳工的政策，所以今天大家的诉求，我们总部啊会很快的传给我们的行政部门来研究，来最合理的方式来回应各位，然后大家也期望能够将来获得合理的一个对应，好不好？我们报告，谢谢各位，也能够配合呢。我阿是讲的，是因为你即摆是政党啊，你是会使对公益事业当反方持，直接运用，吼，我反派，你对啦。变相中国，不是你决定政策的，即摆问题政策。是即摆政策，你无能无做钱。所以，我拄则有讲，我转予行政部门，即我袂，我是变相中国袂讲些政策的代志。咱今仔日做咱怎？甲大家报告吼，咱上分派遣的资料，分派遣进进那个的资料，是顶礼拜两份是挂号表的公布啊。啊，即马咱满八个期待，本来咱拼七八点钟的游览车，从下港拼起到遮，就是希望咱会当亲身
听到咱台湾最高的领导人的选举的候选人，会当予咱一个正面的答复。但是，即摆安尼听咱吴副总讲，讲起来咱会失望。啊，但是咱竞争出照理讲，咱嘛是爱加三入面。但是，咱今仔日大家拢看会到，咱有准备一张牌，但是咱的诉求要予清楚的。我想，照郭阿姨安尼讲话，就是竞选总部，我部队劳动战争负责人。伊的意思就是花着政权下行政权，就是老委会执行正义，才有法度对大家负责。安尼乱紧，咱今仔日来个竞选总部，本来只就是咧听政见话。伊讲咱是，咱也毋是要当老母，就是下行政义。大家讲，咱有信心，咱就是做。一年半，那么混乱，无把咱讲清楚，咱就准备发动地头，全民壮大一声，来抵制这双拳头。好，阿哩朋友，咱的秘书回收，好回收，但是一波来两枪。万万民主快报，秋天马上停止快报。